如果在列车的这个位置布设空间望远镜，应该能观测到更短的波长。嗯，方向感觉还不错。是啊，之前苦思冥想不得其法，一登上列车想法就接二连三的冒出来。唉，灵感真是折磨人的小妖怪。这篇论文或许和列车有关，到时候还要请你们接受我的采访，多多提供一手资料啊。这些都不是重点了。嗯，说的没错，虽然之前也来过列车，不过有你在的列车我还是第一次来呢，我很期待哦。如果可以观测到更短的波长，那可以当作论文的新选题。不过不是今天的重点啦。嗯，说的没错，虽然之前也来过列车，不过有你在的列车我还是第一次来呢，我很期待哦。